还有峡谷哎、欸，我们刚刚存在，那我们可以在那附近。希望我们可以在好地方。马、嗯，这是哪里啊？开挖，开挖，挖树喽！旁边就有马哎、欸。想骑马了吗？没有，有皮革。哦，对哈，马有皮革，我都忘记了，一直忘记这件事。心理中只有牛而已。你们工作台做了吗？我做，还没。嗯，耶耶耶！旁边有牛啊，那边有牛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很高的洞，小心不要掉下去哦，那个洞有点深。隔壁哎！啊！杀人啊！杀人啊！杀人啊！哪里有人？杀人啊！本身已经冲出去了，我一个追三个哎、欸，哇！泽平救你了，完了吧？本身已经冲过去了。你先去，你要不要做个东西给他？做个那个？我在做，我在做。做个石斧给他好了。啊，我需要再来点石头。啊！墩墩不要跑啊！完了吧？他一个人追的好开心啊！对呀、啊，我这里有十个，我这里有十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已经打对面的。没有没有，真的是摔到。哦，他们摔到、哦。嗯。是吓到逃命摔到。所以你在哪里啊？我在追墩墩，等一下，他们现在三个已经散掉了。真的假的、啊？真的真的，你们先顾好你们自己，我可以照顾自己。好，那圆圆我们就继续弄我们的装备吧。好哦。我已经看不到他在哪里了。我也是。我去砍那只牛好了。好，有海龟耶！嗯，哎呦，有皮哥，有皮哥，我怕繁星回不来啊！我知道路啊，在边界旁边，我看到墩墩了。繁星有够凶，繁星已经杀出去了。我也有点担心他，但是他好像很开心的样子。我也有点担心。两个队友在那边担心，就有出去玩的最开心，有没有？开心一下啊！在那边嗨了。哎、欸，工作台哪里啊？我收起来了，我们要不要往那边走啊？你说靠近他一点吗？对啊，好啊，也是可以。我们要当繁星强力的后盾。不用，你们直接拒绝，好好活到最后就好。繁星很凶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真的是没被我凶过哦。真的，真的没被你凶过，快快凶我。想试试看吗？不要，凶我吧。不要，我凶下去会连。为什么哈蒂残血？不是残血啦，扣血被杜宇 K 到的。嗯，刚刚好像就扣一点点了，还是有人在追他。大家都这么凶就对了，好可怕啊、哦！对啊，好可怕、啊，大家都一开始就凶巴巴、欸。哎呀，怎么跑光了啦？没杀到哎、欸！你这么凶的冲出去，当然跑光，要什么我也跑光啊！你知道他们只放了工作台就看到了，然后全部都跑光了。为什么啊？他们是不是以为你后面还有人啊？没有啊、欸，哎哦，吓死人！原来是有人在打击，我以为有人过来了。我回来了，我什么都没有打到，我好难过。隔壁的小沙岛是不是有甘蔗？我帮你做了食谱给你，给你，你在哪？我吗？对，我去找你就好。你找到我，我怎么都没看到人？找到你啊，我在你后面啊。啊？哎、欸，我看到法师，我看到法师，哪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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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那个方向。那边那个方向，我到了，哪里？这里那个方向，好，那个尖，那里，绿队哦，有那个闪闪、哈基跟法师这边，他往那边走了，要去吗？还是不要？我觉得繁星就是已经要去了，他刚结束，哪里？然后很高，他吞口水，往山上去应该就看得到，他刚刚是往这个方向走了，另外一个我，另外一个，哎、欸，繁星刚刚一进来的时候，我真的是以为是。法师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法师穿这样好可爱。哎、欸，不对，这是。这边宝刚刚看到往上走啊。哎、欸，你们怎么跟上来了啦？不是叫你们顾好自己吗？不要，我们要跟你一起同进退、哦。对，要死一起死、哦欸。人呢？他跑太快了吧？对。法师啊，走吧，法师、欸。我为什么我从头到尾都没看到人？等一下，这个方向下去，走慢一点哦。好。还是我看错了，不是海豚吗？泽平，泽平，他在水上对不对？对。啊啊
坐船，坐船，坐船。所以有两队在我们附近。哦，对，我看到，我看到了。所以我们附近其实有两队喽。对啊，所以刚刚很近哎，墩墩就在我们旁边而已。所以我们附近都是人哎。对啊，我很怕法师他们突然过来。泽平是哪一队啊？我看一下。黄，不不不不。有鬼鬼跟墩墩。对。你们需要坐吗？你要一起坐船还是各坐一艘？没关系，我也坐了。你要去哪里啊？我坐你船上好了。泽平，有上来了。泽平那边有好多人哦。真的假的？有。你为什么这么兴奋啊？哎，真的好多人哦。团团铁中了，团团铁中了。跑哦，跑哦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团团在那边。跑哦，跑哦。你还要收船哦？没有卡住啊。大家都好乖哦，都没有打起来。前面是不是有人跑过去啊？哪里？泽平吧。哦，对。啊，跑好快。哎，这是我们原本的地方哎，跑了一圈回来。所以我们刚刚其实四面环人呢。然后有掉苹果吗？怎么都没掉苹果啊？对啊，为什么我们？哎，没有，我上肉。掉一堆树苗，没掉苹果。哎，那、啊、干嘛干嘛？哈气是刚刚在我们附近的那队。对啊。所以我们被抢了，可恶！反击一下！被抢走。哎，可是那个不是应该有那个吗？没有甘蔗哦，这附近被拿光了吧？可恶！我想说，我皮革的说，哇，那怎么办？不然杀人啊！哇，最快的方法，丢小鸡？没有，好吧。那要不要先往下挖，还是你要去找人？你们先挖，我一定走得回来啊。OK 啊，哦，繁星很凶耶。圆圆，你要不要找？你要找哪边下去啊？刚刚那里吧，我们去刚刚那边。好啊，好啊。好凶哎、欸，那队剩秋风一个。哇哇哇！糟糕，从这边挖好了。好。你有泥？泥土在你身上对不对？有。繁星，我们是这个洞哦。我是这个洞哦。要不要烧那个啊？那个木炭？好，你给我一些石头，我做那个。我看到了。欸，我上九六个，刚刚。嘿，再给你五个。有了，够了。我就按的。欸，杀完人就断线是不是？木炭。这好凶哦！欸，可惜要是刚刚追得到，应该那个繁星就有头了。而且还两，至少两颗，跑太快，可恶！早知道吃他们合成再冲，冲太快。我老了，不要吓我。超凶的，直接冲过去。好恶心，我天哪！珊珊怎么扣那么多血啊？会不会是遇到人吧？对啊，他们刚是绿队在打那个、啊。他们刚刚遇到灰队那个。哦。可能是我被打到这样子。很可怕，很可怕。结果反而是。杀人的哈基没扣什么血，皮肤哪来的萌新啊？萌新，哪来的萌新？这个人，好黑有的。我下去帮你擦火把。可以。有蝙蝠飞翔声，应该有洞窟了。要小心200个哦。哦对，好，差点忘记。哎，这200个还给不给人挖啊？这个超坏的耶。要惩罚是什么吗？从事挖掘者。什么？要惩罚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很可怕吗？就是没有没有，你会发光。嗯。然后稿子会被清掉。就这样子吗？嗯。会有那个？可是发光就危险了。会有负面效果吗？不会。不会啊。虚弱那些、哦、会虚弱发光。哎，刚刚怎么会有获得经验值的声音？是谁？我吗？你有拿那个融入力的东西哦？对对对，应该是。哎，方块破坏声到底是谁啊？好可怕！应该是我刚哎，我刚刚在敲木头。是吗？可是我在很下面哎，因为繁星在我们上面。哎，这样还是侦测得到哦。可以。这么远，好神奇啊！我搬下去哦，我把那个东西搬下去。啊、你顺便插个火把好了，就按嘞。好。三四，没有人，
繁星心里只有想打人而已，好难过。没有人就难过了。对呀、啊，真的是大魔王哎、欸！天哪。现在多高了？三十。我们看，我们应该要轮流挖哎、欸，这二十。对啊，这个超200，200格就发光，超过分，夸张的。可是我觉得一定会很快就发光了。还好挖散长炎那些不会啦。对啊。要是这个也有的话，那个可能要抗议一下。你怎么昨天不擦亮啊？火把不够吗？没有，因为火把在原身上。哦。给你一半，给你一半。OK。所以我在后面发呆，其实我在发呆啦，我都没有在做事啊。不要看我走在后面好像有做事一样，其实我都在发呆啊。我觉得好像有点衰、欸，我怎么一个铁一个煤都没挖到啊？方向不对吗？哎、欸，可是已经十几了耶，要不要平挖？中心点，直一挖吧。好好好，我先挖到水边看，边挖边看好。哎、欸，对啊，连一个，甚至连煤炭都没有。圆圆给我三颗石头、啊，我是不是有点衰啊？圆圆给我三颗石头，我给你很多，在你后面。为什么不找我拿呢？我明就在你后面。你说你没做事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我们有煤炭了，我们有煤炭了。我好感动哦！我们有铁了，有岩浆冒泡声哦，小心。对，有岩浆冒泡声。煤炭我挖好了，这把。哎、欸，这把得挖一半。三二六。哎呦，岩浆很近哎、欸，声音超大的。我看一下，这是直线。对对，交给你，煤炭我来挖就好。来放个石头，终于开始有物资了，好感动哦！真的，这种感动真是难以言喻。而且我们刚刚一路挖下来，居然什么都没有，真的，这还什么运气啊！天啊，我来烤点肉好。哎，你们没有加东西，那我加好。这边。找到了！哎、欸、哎，斗鱼，你小心！小心！好！好，要贴着挖很危险哦。好，我远一点。我挖到岩浆池了。OK。下个不做台。我把那个工作台放在这边哦。OK， 我在十字路这边也放了一个，十字吗？三叉路。好一下子讲错讲太快。你们有盾牌了吗？ No， 没有，所以我被咬掉半颗星就挺啊。帮你们做个好，谢谢。我真是很需要盾牌的年纪呢。换我来挖好了。来给你先，这个先给你。感谢岩浆池，舅舅岩浆池是不是啊？哼，哎、欸，上面好像是洞哎、欸，好像有洞窟哎、欸，好像有点饿哎、欸。我在烧那个，我有在烧那个肉。繁星这给你。哎、欸，繁星好像有洞窟哎、欸，你要不要去看看啊？走啊。可是旁边是岩浆哦，有点危险。肚子好饿。你们是不是穿装备啊？有吗？什么？没有，没有啊！没有穿装，没。因为我听到穿装备的声音。啊？好。我打开那个好了。对，我就是看右下角，有脚步声啊，脚步声应该是我的啦。可是有获得经验值的声音耶。我开那获得经验值的声音好像蛮远的。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方向，但是有点危险。做个稿子。哎、欸，这个不能挖，好像忘了。小心。OK， 哎、欸，我们资源好匮乏啊，真的运气好差啊！我都已经挖100格了，我也是，我已经107了。说这是矿坑，往左边，不确定有没有，但好像就是可以往左边走。
我要开始挖这种不会扣的石头。哦，哇！你又少一个可以杀的人是吧？有地方吗？我这有金哎、欸。不、哦，我的红队们。你的红队们、欸？不是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是敦敦他们才是我的。到底在抢什么？团团完全没事哎、欸，他们是分开是不是？应该是，他们刚刚也是分开。最上面好像还有，我去挖那个金好了。好啊，我没铁。哦，那个好。哎、欸，我有，等一下我也没铁啊。